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太子。今天吃我自己炒的豪华版炒面，然后还有紫米面包。这个是昨天那个阿青甜品，有一个这个小盲盒礼袋，我忘记拿出来。里边有这个肉松小贝，这个应该是什么牛轧糖吧？牛轧饼，这个也是牛轧，是奥利奥的。那我就开吃了。真好吃，就蒸一蒸，完美，哇！这表面一层好多油啊。我感觉都冒油，油滋滋的，海苔很香，我开始吃这个，先尝个蛋，好香，尝一个，我放了那个香菇酱炒的，哇，很浓的香菇那个味道，太好吃了吧。哇，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。好多蛋啊。慢点，是不是有点曝光啊？调暗一点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吃，我没饱。叫外卖能给你放这么多蛋吗？长吗？
虽然有很多蛋，还是想吃溏心蛋。好吃，哇，这么大口的蛋，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吃饭手没有扶碗，然后被爸妈骂的？所以我现在一般都不敢这样，我一般都习惯性的拿手这样，这样。有些人看直播是因为自己减肥，然后看直播解馋，然后有的人呢，他是因为看直播是为了更下饭。你们是哪一种？第一种的话就扣一，第二种的话就扣二。两种都是就扣三，两种都是。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蛋给我吃爽了。光盘乖宝宝，哇！好吃，因为我喜欢吃奥利奥，里面还有花生。这个我就留下来当零食吃了。那今天视频到这，喜欢我一定要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哦。好，拜拜。